14时28分，在四川汶川县发生7.8级地震。阿坝州死亡2140余人，广元市死亡2060余人，已经从废墟中抢救出33434人。到木鱼去以后，感觉确实难受。还给我们通话，我们说你要无论如何要坚持。要在任何的困难面前被吓到，我必须要坚强，为他们每一个支援我的人。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刻到了，这一群就是命令，这一群的老百姓，这一群的群众在期盼着我们。大家手举着国旗，呼喊着加油中国，加油四川，加油汶川。我们为哀悼低下头，我们更要为战胜困难挺起胸。